哎，看好飞！哎，大招出来嘞！按错了。这样龙团怎么打？不是、啊，我按错了。不是啊，不是啊，不要骗我，我按错了。哦哦 ，Oh my god！ 我还没中过，为什么不玩指定界？你就自己要扫白木，我没有办法。雷欧娜不行了，雷欧娜抽不到，胆线大招空大，然后没抽出去，开始逛街。你干嘛拿钱呢？这很常看到。为什么 JJ 不找我上牌？哦，其实有一天凌晨他找我牌，然后啊、哦、我太恐怖了啊，我自己也不敢跟他牌了，太烂。surprise 那边 support 什么很烂，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嘴炮？他只是玩的不好，你们这样是侮辱很烂这个词啊！很烂的人我看过、啊、他不是，他只是玩的不强，他没有那么烂，他其实没有那么烂。高雄啊，高雄远一点还是有不错吃的、啊、高雄你也可以搭车，稍微搭个车一两个小时可以到那个101那边有一个一欢拉面也不错。注意哦，炮车我来哦！翻船！啊，那给 A 一下吧，那给 A 一下。那我要 A 一下，但是你也太晚 A 了吧？我有点迟缓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那我觉得你比对面的穷。我比他抽一千多块。哦，数学系，数学系这个数学。其实我是说心灵上的那种富有。我变贼富有，是贼富有，傻壳，你让他锤你一下，然后绑他。哦，那也要他锤的。哎、欸，是啊，你太慢了，他少被打一下，你死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补血，所谓所谓。你这个也太慢了吧？我觉得应该是 OK 吧。哇，这个冒开哦，这个三板 ，Oh my god， 太猛了！他根本没干嘛。他三板哦，太强了！吹头，搞得他冒开不强。哦，他那个冒开竟然会三板哎、欸，这太屌了！抓到人了，我来补枪。他是很吹到吗？有啦，金家战啦！哇哇哦！274金家战啦！兄弟守则第一条，这我一定帮。隐身，能帮我尽量帮。漂亮，你怎么？变！轮到我的回合了。这个。不会，好会啊！哇，你这个闪好慢呐、啊！哎，我慢呐、啊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要虚弱了！你虚弱错人了！哦、我快不行，我快不行，我很烂，我根本我根本学不会，总是学不会。看来狗是有极限的、啊，打不人就很久啊，不想开啊。偷防，哎、欸、屁耶、欸，哼！哇哦，今天可以领取礼物哦，企鹅可以穿 skin 哎、欸，哦，还送一只鸵鸟，好削哦。Pickle Pickl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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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哦送来下去，哇这样也不妙耶，兄弟这样我们不妙啊，啊被定住了，你也完蛋啦，不是你有闪子吗？不是，
嗯，害我还预判，原来是来找死的。我们就这样远远的，看谁能阻止我吃兵。他可能要阻止我吃炮车了，但你面对的是不怕掉炮车的男人，这招对我没有用。怎么都来了、欸，你看二星犯已经来了。最近台股一直跌，有啥看法？火星逆行，它会跌两个月，大家要抓好时机入场啊！力量射门！呀！哦，哎呦，挡住了，挡住了，竟然挡住了！哇，是我的局，那是我的局啦！交给我们立花正夫。立花正夫没有弱者，立花正夫已经来了。立花正夫，立花正夫，立花正夫，哎，立花正夫瞬间移动啊！我是七龙珠，立花正夫。哎呀，抽筋了！其实不太确定是因为延迟还是怎么样。怎样啊，穿过去了是不是？怎么了？你看不到了吗？我动不了了。你动不了了。我很抱歉，他被打死了。二号罗纳多，不是啊，犯规啊，裁判怎么都不吹啊？怎么能算犯规？你在干嘛？为啥？你这什么战术啊？越位啦！越位，这样是越位啊？嗯，虽然我也不太懂越位。哎、欸、你不是越位，你是越球哎、欸！斯奈德难道能比我快？这是杀鬼！这是杀鬼 ！Oh my god！ 毛利森森，守门员得分呐！哎，然后这样过来会蹲下来，你要打他？我牛！你看我这个桌子盖得好。哎，这个坏掉了，太多了。完了！我死了！哇，我复活这个位置，我只能说真的好。哈哈哈哈哈！这个夜线不是没什么救啊。对啊。然后那个头子被爆了。哎，我会被那个火焰断招啊！身好，恭喜！你心态占领高，身体健康精神好，规律运动和少，每日强度健身操。哎呦！哦，有鸟！哎，大哥，大哥，很多来了呢！哇，有熊！不要再死了，干！那个楼梯又是谁盖的？我帮你把它拆了，我帮你把它拆了。你是被哪个东西摔死的？被卡住的。对啊，我哎、欸，你不要拆大凯的屋障碍坡道啊！大凯有人拆你坡道啊！来，怎么样？大凯他拆你屋障碍坡道啊！拆不拆？这一定不拆啊！这一定不拆啊！你这样大凯怎么玩？哎、欸，这个哎、欸，这个楼梯很重要哎、欸。对啊，这样多稳。没有这个楼梯一定会死哎、欸。就是啊，来啊！你再说一次很稳啊！他要死！他那楼梯就有问题，我要把它拆了，我不管。脚啊！我开你！他脚会滑。我受不了了！我要拆这个楼梯了！我被这个楼梯砸死是的。啊！还要全解释？好啦，换一个楼梯啊！歪的楼梯，歪的楼梯，哎、欸，白痴哦！哦，我歪死了，歪他！哎、欸，他没有办法、欸，他只能盖我刚刚那个角度。对啊，他没有办法，他没有办法正常的盖啊，他只能盖刚刚那个角度啊。我十字弩已经拿出来了，你还没有办法吗？我尽力啊，我尽力啊！我现在已经在瞄准你的后脑勺哦，你还没有办法吗？可以，可以的吗？应该是可以、欸，我要找到一个方法。可以，他来
鬼啊！啊不是哦，他真的，他真的就只能这样盖哦，不然你盖，不然你把它拆掉，你盖，你盖，盖的还要歪哎，他就只能长这样了。啊？准备好什么？哭啊！就不能站。我觉得那根圆的可以站。这个啊，我来试试看。嗯，我觉得那根圆的应该是可以站。奋力一跳！啊！不行哎、欸，其实不行哎、欸。来啊，我已经很多了。可以，他们会走我那个无障碍坡道，全部冲过来。你会不会一直很想冲在一？不可能，我相信他们，我相信他们一定会上去的。来来来，都过去，上面还很多空位啊！请大家往左边走。来，你好。来，大家请从这个门进去。左边。啊靠靠！这客人，你不要这样，客人，你不要这样毛手毛脚。还要教训你了。客人，二代要把你当死不死啊？我先把定义踢掉，真的好吵。什么东西啊？杂音抑制系统启动。不是啊，我压缩那个垃圾。那你怎么还在？哦，没去嘴炮。我可以遛他一辈子啊，大凯。哎、欸，你、欸、啊，哎、欸，你一辈子真是短啦、啊。一哥在这里架你吗？那边左边嘛。这个门口架你。城里面是不是？就是它介于那个资料库跟那个之间的门口。哎、欸，啊还有这个，哎，哭啊！哎，这不要给他，在骗我啊，弟弟。是，没了。啊，这样我很快就不能大声讲话。你就大声啊，看房东的哪里。是，我就是应该先大声一次，知道我大概可以多大声一下，大声一下。你又没在怕。他说他可以把我退。丁义呢？怎么会怕房东？你丁义大师、欸啊嗯。你丁皇要大声就是要大声啊，你现在就把那个音乐开到最大。底线就是要踩一次才知道底线的。对啊，他呛你就说我赖有贴图呢，哎、欸，我赖有贴图。没事啊，大奶就接嘴巴。哎、欸，南方四剑客、哦，里面不是有一个人每次都会死掉吗？你是说大凯吗？不是我，是那个动画、啊。大凯又死啦！大凯又被僵尸咬死啦！我是僵尸怪物啊！我要死啦！快点死啦！到底哪一只是活的、啊？真的看不出来、欸。哎、欸，怎么突然就倒了？我往前开枪，子弹回弹到我了。哦，你被自己的子弹给弹死了。哎、欸，拉我！你要拉我！二十几个人，哎、欸，死了是不是？哦，看不见，好，三房车走了，船来了，快走啊！快上船！救命啊！我走很慢啦、啊！我走很慢啦、啊！救命啊！我没有看到电击器啊！哭啊！我要死了！哎呀！大家记得点赞按订阅啊！